哦。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欢迎光临12月24号下午2点，在斗六红薯森林公园有最正宗的韩国市集，晚上7点在云林体育馆有最温暖最温馨的椰蛋晚会，平安夜邀请你欢迎光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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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光临。여러분云林 A 오시면환영합니다大家那一天晚会大家一定要来，因为云林在我们张县长的努力建设之下，所有的建设都已经升级，可是我们的文化娱乐事业啊，我们也要升级，所以当天我们会举开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圣诞晚会。所以接着这个圣诞节日的当中，所有的云林县的居民一起参加这个充满喜乐的一个场地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丰盛的恩典。那天一定要来到我们云林县的体育馆，还有我们的碰鼠公园。各位只要拿着3张的发票，11月到12月的发票，你就有1张兑换券去参加市集。那当中呢，有韩国的小吃，有韩服可以体验哈。那甚至晚会呢哈，我们非常欢迎来自韩国非常多名的这个艺人哈团队都来表演哈。那再加上我们台湾的团队一起来表演，所以那个圣诞晚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非常非常的精彩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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